新闻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。物价飙起，不只是小商业者甲家庭主妇是叫苦连天，现在甚至是传出连学童的营养午餐食材拢因此求济。嘉义市议员蔡文桥今仔日接询，就提出相片指出，有学校午餐以三粒加起来大约一粒小乒乓球大小的草莓，当作是学童的水果，甚至鸡块、鸡腿的分量拢变小啊。呼吁公部门提出应应的办法，唔通让囡仔饮食因此受到影响。三粒草莓加起来，甲乒乓鸡块，你感觉食过这个草莓？啊，你是想油油水无？你这个年纪呢，三十个人一班哦，食一半鸡肉，一人一块。这个吼，我们会去了解一下是哪一个学校，我们会请他这方面要去做改善。拿出一张又一张小朋友在学校吃营养午餐的实在相片，对水果到配菜全部都求济。医院怀疑是因为物价一直起，承包营养午餐的厂商只好降本求利，但是却真让人烦恼的因素影响到囡仔成长所需要营养。因为以前以为有建议，吼，咱之前的教育处讲，因应着物价上涨的考量。咱猜出讲啊，补助每一个国中小的学童一人一顿的餐费十块的这个方案，因为伊做会市政府伊就无接受这个讲补助十块的方案，所以最后变作算地主讲啥，每一个国中小的囡仔学童每人每餐退十块啦。我是感觉讲，其实啊增加十块应该是因应物价上涨，对囡仔食的品质。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因为这部分我会邀请学校吼，啊，个阮内部阮买去做些讨论，啊，我会有讨论的，有出来一个结果，我甲。目前嘉义市公立学校营养午餐费各小一顿32元，国中35元。去年虽然嘉义市政府通过一亿1000万的预算，补助每一个人每一顿减少10元，但是议员却认为这对着午餐食材的品质并无帮助。啊，咱的囡仔交偌济，你就给伊食偌济。像头拄仔讲的鸡腿的安尼吼，迄你有你唔知道你想到无？有可能是死。哦、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你讲营养根本小朋友吃不到营养，所以我希望这部分等于行市长讨论一下，下一次先去，再来要变医生的时阵，变了后。另外要3000万，你花出一点花出，别拿下一个钱是那个，是公正。后年3000，就是假的，这后生啊。一顿加10元，你卖搁替恁家长，这10元就45元，国中诶，国小42元。嘉义市政府原本补助每一个人每顿减少10元，希望会当减轻到家长的负担。但是议员认为，其实家长更加关心的是囡仔的营养，建议应该爱将原本减少的10元补加回去，在餐费当中，或者是由各校家己定定餐费，因应食材成本起价。我请教市长，就讲赶快的这个措施，营养午餐的餐费由各校制定。5%，以及额度以下，这样的政策来列。我们会请大家，整体的调查之后，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我们会参考。物价一直起，不只是老百姓感受到荷包求济的压力，连学生囡仔营养午餐恐惊拢会因此来受到影响。机关希望公部门会当深入来了解，拟定具体的应应方法，才袂让囡仔成为这一波物价起价的受害者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。